1月30晚，徐静蕾在微博晒出一张14岁的旧照，并配文，什么都不是问题，除非自己觉得是个问题。新年本来有些事不开心，可是鉴于必须让自己真开心，因为这是必须要有的能力，所以就开心啦。能力很强，虽然长了一个好大好大的大包。哥做的人最接近真理，因为我14岁就已经是这个德行样。照片中，徐静蕾身穿一件条纹上衣，配上一头短发，十分稚嫩。有网友好奇道，旁边这位挺美。徐静蕾回复该网友，我同学里那是美女如云呐。还有网友说，从小美到大，除了你还有谁？徐静蕾也回复了，那必须啊，长这么好看还需要整吗？哈哈哈哈。